Kim Michael 有舞蹈界性感女神美名，翻摄自 Kim Michael 脸书。记者林南谷台北报道，有舞蹈界性感女神美名的 Kim Michael 林瑞君拥有完美火辣身材，广受粉丝喜爱，近来人气红翻天，却也让她感受到盛名后的痛楚，因为不少铁粉进一步有特殊需求。Kim Michael 今天中午发文哀嚎说，拜托不要再这样了，因为很瞎。他透露最近公司工作信箱 IG 信箱不断的收到一种来信，寄件人不同，但内容都类似，对方请 KK 老师开价，要买我跳舞穿过的露趾舞鞋、高跟鞋，然后送给老婆、妈妈、女朋友。KK 坦言，每封来信所提的对象都不同，但内文都差不多，若没回应就会再寄更多封信来要求我们回应。 KK 哀怨说，先谢谢大家对 KK 喜爱，但这样的询问来信我们没有办法回应，因为有点特殊，这些粉丝特殊要求似乎让 KK 感到相当困扰。